导航界面推广告。蔚来回应不会用车机屏幕开展广告业务。日前，蔚来车主 TireWall 反映称，在蔚来汽车导航界面有推送广告，几乎遮挡了大半个导航屏幕，可能对驾驶安全造成影响。根据网友上传的照片显示，蔚来汽车车机在行驶过程中弹窗广告宣传页面，内容为蔚来汽车旗下某品牌首发宣传。他表示，车辆导航界面是否可以植入广告，确实值得商榷，但是该广告不是直接的弹窗广告，在打开推送后，再次点击即可关闭，所以应该感谢舆论的关注，事实上帮我们起到了监督蔚来不滥用平台权力的效果。